You in my head, tried to fight it off, tried to hold my breath. I keep holding back, trying not to crash right into you. But you look at me like you know something I don't. It's almost like you see where this thing's gonna go.爸，我问你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集团来帮我打理工作？我不想回集团，没意思。那你打算做什么？我想干点自己感兴趣的事儿，和你一样自己创业。就你这混不吝的劲儿，像我年轻的时候。 5亿，3年的期限，你要是挣了钱，随你怎么折腾；要是把钱给我赔了，就给我滚回集团，从基层做起。哎，这钱怎么取啊？ 21块，现金还是手机支付啊？手机支付。手机扫码吧。哎，先生，衣衫不整，不得入内啊。哎，王总，王总。 哎呦，王总，您来了，快快快，里边请，您朋友等半天了。王总，你不认识？哎，王总，这边请，来来来，这位请，王总。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王总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 你的袜子，哦，可能是前面不小心勾坏了。怎么是你呀，王子君？嗯，谁呀？ 没事没事，别害怕，我不是坏人啊。我刚洗澡呢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跳闸了，我这房卡也没带。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方便去你家待会儿吗？
谢谢你啊，我刚才太害怕了。我是住你隔壁的，我叫沈杰。你好。你好，我叫王子旭。你先坐吧，我去拿个蜡烛。啊，好。 你家水吗？我这里只有酒，你要是需要，我叫人给你送过来。啊，没事，太麻烦了，酒也可以，正好可以暖暖身子。没想到你年纪不大，压力倒是不小哦。说的好像你比我大似的。那可不，叫姐姐。怎么？你想占我便宜是不是？没什么便宜可占的。 要不我们玩点游戏怎么样？人在江湖飘，谁输了要喝酒哦。行啊，没问题。人在江湖飘，养大不挨刀。 是你这么巧啊！是啊，要不要过来坐会儿？我想先去洗手间处理一下，然后等会儿出来找你好吗？行，那我在这等你。也行，那我快去快回。 十，十五二十十，十五二十二十。你怎么才来啊？等你半天了。哎，车子撞了，我打车来的。不是，你上个月刚提那辆拉法撞了。哎，你怎么不知道关心我一下呀？你这一看也没什么事儿啊。哦，不过大哥，你这一撞2000多万没了，对方有保险吗？估计没有。 对方是高架桥，你撞桥上了啊！居然还没事儿，厉害！哎，过来，丹迪，国内第一中单，王哥好，你好。哎，这位美女叫什么呀？之前没见过呀。她呀，刚进门捡的。哎，刚进门大高粱，那酒都没听过呀，谁喝呀？ 开什么玩笑！他是我邻居，正好碰到，叫他过来坐一会儿。啊，邻居，可以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你们今天喝什么酒？XO 来10个。还有其他酒吗 ？XO 太烈了。 来到黑桃 A， 哎，等会儿，不是要扑克干嘛呀？咱有骰子。玩什么扑克啊？你土不土？那是酒。啊，这酒啊！嗨，那一套也不够啊。服务员，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把你们老板叫来，叫他过来喝杯酒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老板现在在忙。你们这儿黑桃 A 卖多少钱一套？4800元。 给我来100套，然后叫老板过来喝一杯吧。好嘞，哎，赶紧叫老板下来，叮嘱爸爸来了，快点啊，快点！Oh, everybody， 感谢今天就卡座的朋友点的100瓶黑桃 A， 让我们一起欢迎他上台。 再一次把热烈掌声送给这连酒卡座的朋友们，让我以全场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。
干杯！侯总，这杯我敬您啊！别敬我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兄弟 Dandy， 来来来，一起喝一个。哎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哎，你得那么多酒，喝得完吗？喝不完，我可以拿来洗手啊。你好呀，美女，方便认识一下吗？叫我板板就好了。刚刚的酒是你开的吗？是啊，一起喝一杯。我们自己有酒。子旭，你这次回来，咱们一起干一番事业，干！你们这儿点黑桃 A 的不多吧？确实，哎，还是喝洋酒的多。要不要合作一下试试？怎么合作呀？我可以拿到这酒的代理，我给你店里先铺货。以后啊，你别卖4000了，你卖8000了，中间赚的所有差价，我们俩一人一半。但是卖这么贵，没人买啊。包装啊，这酒还能怎么包装啊？搞个牛逼点的名字，就叫神龙套，每瓶酒再配个灯牌，这牌面不就拉满了吗？王总啊，还是你会玩啊。哎，我们加个微信。行，回头找个白天的时间再聊，咱们呢先喝酒啊。喝酒喝酒，来，王总敬你。听说你们战队经营不善，想要转让啊？别泄气，看你对面坐着一尊佛财神呢，啊？王哥，要不咱们聊聊？其实这个电竞产业的未来发展非常有前景。改天吧，咱们先喝酒啊！哎，先喝酒，先喝酒。来，哎，干杯！今天咱们哪位买单？你别看我。你王哥在这儿呢啊，哥，咱们今天一共消费62。进来，王总。这是干嘛？这是松木果香的香薰。上午我听巴总说您不喜欢之前的味道，所以换了这个。哦，你还挺细心的，今天才调来的。嗯，是的，王总。哦，这是一会儿您要参会的资料，您请过目。我叫您啊，你有需要随时叫我。行。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非得排这个队干。妈呀！没事没事。灵儿，干嘛呢？我快赶不上飞机了，你快点儿的。阿瑞，你在这儿呢。
走。哎，你啊，那个女孩是咱们大楼的前台，长得还挺漂亮啊。嗯，是还不错。哎，嗯，跟物业说明天把她调过来。我现在就去。老王，这位呢是老姜介绍的家世财富的合伙人李总，来咱们这儿做个路演。王总，根据我们 long term 的调研，这款美食测评 APP 非常具有 potential。它既结合了各个地区的文旅推广进行 data driven 的测评，而且还可以培养客户的消费习惯，加上外卖服务，它的辐射面简直就是 wide as an ocean。所以说，这个 idea非常有前景。还有什么别的项目吗？这些呢是现在市场上 hot selling 的 BP 和 TS， 主要 focus 在以下几个营销，比如说同城速递，还有 virtual economy 的裸眼 3D 技术，这可是未来的 big thing。老王，他这英文说的我脑仁疼，什么东西啊？期待合作，王总。这老姜介绍的都是什么人呢？都他妈什么奇葩项目，还共享充电宝？哎，就这玩意儿要能成功，我他妈去吃屎吧我！走吧，我们去看点有意思的项目。干嘛去啊？去找Dandy。哦。听说Dandy他们的电竞俱乐部就在这里，走。在这儿呢，看 ，CCM 俱乐部。哎呦，你不说我还以为是重金求子的小广告呢，这也太惨了点吧。Honey baby， 怎么了？你这平时就在这儿训练啊？这不资金紧张吗？上个月工资都没发。嗯，在这种鬼地方训练还能拿下冠军，牛啊你们！嘘什么？哦，不让大声喧哗啊。王哥，你别看我们这儿硬件不咋地，但软件地背。软件？什么软件啊？网吧前台。啊？都不要大声说话。王总。王总，我。你不用紧张，有什么难处啊就说出来，公司一定会帮你的。谢谢王总。王哥，你们认识啊？他在我公司上班。哦，对了，我已经和你们的老板谈好了，你们这几个月的工资马上就给补上。啊，王哥，你给我们发工资？
你王哥的意思呢，是把你们战队收购了，现在呢，你们是我们的人了。丹弟，以后呢，你就跟我混，但是你他妈先把这破名字给改了，乍一看我还以为是 CNM 俱乐部呢。咱们这样，以后呢，我们就叫欧基俱乐部，不仅要这个预选赛的冠军，我们还要拿世界冠军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来来来，王总，王总，王总把战队收购了，谢谢王总。都小点声。谢谢王总，谢谢王总，谢谢王总。嗨，明儿也太惨了，还得兼职。你说我们是不是得帮帮他？不过这一次吧，也多亏了他帮忙。如果能顺利的签下这个训练场地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建立真刀真枪的实干阶段。王总，老板说他这加我了网咖，准备开连锁店的，欢迎参股，但是店铺不卖。没事，我们再找别的地方。我看现在有很多电竞酒店，要不咱们也投资一个，这样队员累的时候就直接能休息，是吧？我去办。不过要改成电竞酒店的话，可能又要需要一大笔钱。需要多少钱？那也得干呢。行，走吧。你先走吧，这么晚了，我送灵儿回去。啊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是灵儿吧？你弟让我们来问你要钱。他又欠了多少钱啊？你那个赌鬼弟弟把你的房子抵押给了我们，他已经拖了两个月了，你要么把他利息给付了，要么今天我们就过户。可是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就这些利息还不够你一天窟窿的呢。哎，我看你长得还挺漂亮，要不，啊？你干什么呢？你算哪根葱？他不就欠你钱吗？欠多少钱？连本带利，合同里都写着呢。利息20万？你们这属于高利贷，哪有利息这么高的？我现在就拍照取证，你们要再不走，我可就报警了。我们都是文明催债，我们还会再来看你的啊。再见，拜拜。灵儿，你赶紧让你弟把这件事情解决掉。哎，对了，灵儿，你这儿最近不安全，你先去我家住，等你把房子的事情解决了，你再搬回去，啊？老板，我住你那，会不会不方便啊？我还没说不方便，你担心什么呀？走吧。谢谢你，从来没人这么帮过我。我可以叫你哥哥吗？当然可以了，来，坐吧。哥哥，今天要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你放心，明天我就会去找房子住，我不会打扰你很久的。嗨，你能打扰我什么？我一个单身汉，反正我家有很多房间，你就随便住。等你房子解决了再回去就好了。谢谢哥哥。哦，对了，你喜欢吃什么？我可以给你做，我不会白住的。哦，我去开门。哎，子旭，他谁呀？都是朋友。
荐你想喝什么饮料，我去帮你拿。不用了，子旭知道的，我平常身材管理不喝饮料。可是哥哥喜欢喝饮料，家里除了饮料好像也没别的。怎么会没有别的呢？我平常跟子旭在家都喝点大人喝的东西。你怎么想起来找我了？哦，对了，我家水管坏了，物业电话又一直没人接，可是我吧不洗澡又睡不着，子旭，你能不能帮我去看看呀？哥哥，我刚准备给你做饭，你不吃吗？哥哥，我的围裙好像松了，能不能帮我后面系一下？拌个沙拉用不着穿围裙吧？哥哥，沙拉只是前菜，我还有好几个菜要做呢，煎炒烹炸，我这白衣服怕弄脏了。那你自己弄吧，我还得弄别的呢。好吧。哥哥，开饭啦，米饭给你盛好了。哥哥，你想先吃哪道菜？关键我都不知道这些菜是什么呀。这个是麻辣鱼鳞，这个是冰糖肥肠，这个是苦瓜炒蛋，这个是三鞭汤。哥哥，你想先吃哪道菜？你帮我夹个冰糖肥肠。啊？你这是没洗干净，还是故意没洗啊？故意的呀，我特意保留的这个原味，不然你怎么知道吃的是肥肠？这个为什么叫三鞭汤啊？因为这道菜的原料都很像小鞭子呀，你看有蜈蚣，有蝎子，有……哦，听起来真的都挺补的。对呀，哥哥，你平时工作好辛苦，我特别给你炖这个汤补身体的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哎，我记得刚刚你还拌过沙拉来着。那个沙拉口味太重，我怕你不喜欢。口味太重也比这四道菜强多了，我想吃。要不你把沙拉拿过来。好吧。这什么味儿啊，这么臭。我加了点鲱鱼罐头。野哥啊，你为什么不来干咳？不仅是帮我中路干咳，下路也需要你的干咳呀。对面打野烦我眼，我怎么干咳？对面打野烦你眼，那你来干咳有经济啊？我有经济，你有经济，大家都有经济啊。经济都没有，怎么发育？要什么发育啊？我的兵线给你吃好不好？来，现在辅助，你想想你在干什么？做了视野吗？我全程在奶啊。哦，carry 啊，奶什么啦？都给我干了多少次啊？就是你这个中招。来，然后呢？把 carry 扔那儿， carry 被人碾压成什么鬼样子了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就你们这德行还想拿冠军？才输给你的 V 战队几次，就自己人先打起来了？要都像你们这样，战队他妈直接解散算了。老王，不至于不至于，啊，大家伙都消消气，都不至于。一次失败而已嘛，还有机会的，对吧？要我说啊，咱们战队内部应该组织一场3v3友谊赛啊，促进一下队友之间的感情啊，劳逸结合还能放松一下，对吧？但是3v3的话，好像少一个队友啊。子旭。你觉得找谁当队友合适啊？子旭，子旭怎么了吗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
哥哥，你有份文件要签。给你们介绍一下新队友。哎，我刚听说你们不是缺人吗？正好我可以帮忙。不过我不太会打游戏，可以请你们多包涵吗？那肯定没问题。哇塞，你这个输出好厉害，伤害好高啊！你这边奶好足呀，补的真好。啊，你们这个战队不拿冠军我都看不下去，我得跟你们好好练练才行。来，出那么多汗，喝点水吧。谢谢。不过我好久没有打游戏了，哎呦，打得我是浑身酸痛，肩膀也好酸，胳膊也好酸哦。我帮你按按。行吗？舒服吗？嗯，还不错。等会你想吃什么呀？圣洁，我是专门来向你道歉的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哎，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我不需要你的道歉，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们走。难怪不理我，你不是说你要做女强人吗？养山小奶狗了是吧？你不要乱说话，他是我弟弟。弟弟？我怎么不知道你有个弟弟？哼，敢做不敢认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是沈杰的男朋友，请你立刻离开这里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你就是我爹也得有个先来后到。我是他老公。你干嘛？什么男朋友不男朋友的，滚一边去。哎，你放手，我们已经离婚一年多了，早就没有关系了。无论我现在跟谁在一起都与你无关。看来你早就跟这个小奶狗在一起了，是不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出轨了？你不要乱说话。哎哎，你说话注意点啊。咋了？你要给我前妻出头是吧？就你这种人，犯不着我亲自动手。金林。哎，你装什么犊子？您好，王总。把这位先生带走，别影响我吃饭。好的，王总。哎，不可以。来，大家支持一下我们国产欧机战队啊！我们现在在努力的训练当中。哎，点点赞！哎，谢谢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来，打个招呼，打招呼。耶耶耶！非常好啊，漂亮。什么？不是，你们他妈懂不懂电竞啊？啊？国产电竞很难的，这么难出头吗？给你们钱，你们能堆出来吗？小小龙是吧？行，我记住你了。来，给你钱，你来一个。废物，就敢在这喷。哎，犯不着跟这帮喷子生气。等我们拿到决赛的入场券，那就是最好的打脸方式。嗯，行，你们就给我等着啊！大家努力训练，拿到决赛入场券。
咱们战队的直播账号被封了呀。那直播平台什么背景啊？以前就是一家小公司，现在 C 轮了，好几家集团都参股了。哦，你爸跟周叔也参投了。靠，这肥水还流了外人田了。哎，直播平台是不是还挺挣钱的？哎，大哥，去跳一会儿啊。啊，去吧。哎，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他不是封咱们账号吗？咱们直接做竞品，跟他们对着干。八哥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小雅来了。我闺蜜春野。哎，进来坐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那我们就玩骰子。开。一二三四五，没有六个六。嗯，怎么又是我？喝吧。喝不动了，小雅。别喝了，要不换个惩罚？换个惩罚？那就真心话大冒险。你想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啊？那就大冒险吧，我喜欢刺激的。我们都喜欢自己的大冒险。哎，这样吧，你跟子旭两个人把这个饼干吃完。啊，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咯。醒醒！我闺蜜呢？你喝多了，你闺蜜跟老爸先走了。来，喝点蜂蜜水，醒醒酒。谢谢。哎，你是一点都不记得我了？我们不是第一次见吗？我是王子旭啊，我们初中是同桌。王子旭啊，你出国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了，还真的没有认出来。你看，你都忘了，我出国留学之前还给你拍了一张照片呢。我记得呀，那照片呢，还在吗？我找不到了。那你等一下啊。我们一会儿啊，再拍一张跟当时一模一样的照片。当时我摆了什么 pose 来的？拍吧。哎，对了，你朋友说你是个网红啊。看看。哇，你可以呀，大网红啊。哎，刚好我正准备搞个直播平台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你准备投资直播平台？哎，对，最新的计划。我怕那些传统的互联网我不感兴趣，想搞点有意思的事儿。你不会是想养我才准备做这个的吧？你别扯了，你就说你签不签吧。那你总得告诉我你具体的规划是什么，还有你准备帮我付违约金吗？你想怎么做？我想听听你专业的意见。我哪有什么专业意见，你这是在给我画大饼呢。我从来就不画饼，都是来真的，可是选择权在你。
自序，你的邀请我会慎重考虑的。好的，你考虑一下吧。走吧。哎，好的。你快开车。请问您和韶华男主是不是剧组夫妻？是真的吗？怎么还不开车？是真的吗？你们是不是？请问您和小鲜肉李华的恋爱是真的吗？你们是你谁啊？方便回答一下吗，杨小姐？你什么你？快下车。今天这都什么剧情？谁啊？你不认识我。认识，大明星嘛。那你还故意装作不认识？你本人跟荧幕形象差别挺大的嘛。你说谁差别大呢？赶紧送我去新天地。人是会变的，你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开车吧。好的。好了，已经看不见那些狗仔和记者了。杨小姐，你可以下车了。这是哪儿啊？我要去新天地，你就这么给我扔这儿了？不然呢？我还给你送回家呀。你车上没什么偷拍的设备吧？拍什么？我拍你啊！哎，你搞清楚，是你主动钻进我车里来的，大姐。大姐？你叫谁大姐呢？哎，你落东西了，大明星还丢三落四的，这口红颜色也不适合你啊。你留着吧。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这是我唯一能接到的礼服了。现在都使用这种招数了吗？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？这次的新人奖提名对我来说很重要，马上就要上台了，我的衣服。哎，玉玉，把那套礼服拿过来。好的，王总。我也不知道是得罪谁了，我真的只是想好好演个戏。王总，这是您要的礼服。嗯。这是新礼服，一会儿你该登台了，把它换上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把它换上啊。谢谢你。我叫杨月，木子杨，喜悦的月，我演完出就还给你。去吧。怎么会有音乐声啊？哥哥，你在学跳舞？我想自己练一会儿。怎么突然想起来学跳舞了？我从小就喜欢。哎，对了，哥哥，你帮我。好了，你跳吧。哥哥，我跳的怎么样？跳得挺好的，哎，一定要坚持下去啊。真的吗？谢谢哥哥。子旭，直播平台那边我已经聊好了，不过最近我发现这个女团选秀啊是非常火爆，不管是选手的周边还是品牌代言都很赚钱啊。你觉得我们应该倾注精力在哪个赛道啊？培养女团吧。这样，老爸，你帮我把灵儿叫来。好。灵儿，你最近还在练跳舞吗？
是的，每天下班后回去练习两个小时。你想不想去参加选秀？啊，我？我可以吗？你当然可以。谢谢。知道见哥哥这么麻烦，我就不要去参加那个选秀了。现在见面都要偷偷的。我带你去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。啊、真的吗？哪里呀、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嗯。哇，游艇！这是特意给我准备的吗？我还是第一次坐游艇呢。哎，这个花送你。香槟，哥哥，我好开心，以后还会带我一起出来玩吗？当然可以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看那边。哪里？漂亮吗？好漂亮啊。怎么办？零二这一轮排名一下落到申明开外了，这下一轮就要淘汰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心里没点数啊？天天跟他谈情说爱的，他哪有时间训练啊？全都给耽误了。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？有，得加钱买个出道位吧。那就买吧，毕竟他也很努力。行。那我现在就给制片打电话。这个给你，年底娱乐峰会的晚宴邀请函。没意思，一帮人在那儿装逼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大哥，今年也算是咱们彻底进入娱乐圈了，你怎么着也得去亮个相啊。再说了，会场里有很多漂亮的女明星，你确定不去看看？你怎么这么龌龊啊？我开玩笑的，你要不愿意去，我帮你推掉嘛。哎，我觉得是该去帮公司做做宣传。啊，哼 ，OK。这有人了，我可是今晚的主角，我想坐哪儿都可以。哥哥，陪我去天台走走吧。我想起了第一次在天台上看你练舞的样子。哥哥，谢谢你帮我。因为你值得，也是靠你自己的努力。才有了这次出道的名额，我肯定会努力的，不让你失望。你们这些东西
王子旭，你什么意思？杨小姐找我有事儿。找你有事儿啊？杨小姐，请问您和王先生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爸，你管得着吗？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出去。爹地，你拐着弯骂我是不是？是不是你先在网上骂我是坦行，表面上装的道貌岸然，没想到却喜欢背地里骂人？我没背地里骂，当你面我也照样骂你是坦行。雅月，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第一次，不是我上错你的车吗？木子阳，喜悦的悦。你有多久没有这样自我介绍了？你。现在你不用到处借礼服了吧？我记得五年前第一届的微扑之夜，是你呀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忘记的。这几年你都飘成什么样了？你还会记得我吗？可是。可是什么？我给你一个选择，迁入我的娱乐公司，远离无意义的通告，好好演你的戏。真的吗？当然，相信我。可是我的违约金真的很高，这事我来解决。知道你有钱，那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嗯。你把杨月签下来了，我去，这可是一棵摇钱树啊！不过这违约金也太高了吧？你知道什么呀？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高，实在是高。哎，以后是不是可以让他给我介绍点女明星认识认识啊？瞎说什么呢你？哎，他的片约你看了吗？选哪个好啊？当然看了呀，一个文艺片的产出比并不高啊。另外一个虽然是年轻导演，但是这几年他的片子票房都在10亿以上，你这还犹豫什么呀？怎么样，对这次的票房满意吗？这顶流大明星出场，这票房肯定高啊。王总不是还把各大商场的大屏包下来了，王总的支持也功不可没啊。有一个文艺片的导演联系我了，我看过剧本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你不趁热打铁给我安排更多的商业片？你放心，我记得你的初心。过两天我要跑宣发，在这之前想介绍几个朋友给你们认识，或许会对直播平台后续发展有帮助。走了。子旭啊，他可以啊。来，王总，见你一个。来，子旭，你看什么呢？没什么。没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王总，我敬你一杯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出门吃了头孢，不能喝酒。老爸，你替我喝。哎，我能喝，我能喝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哎，我给你。哎，老爸。你是？肖总，对吧？啊，你哪位啊？我怎么对你没印象？咱们上个月 VC 年会还一起喝过酒呢。
你忘记了？啊？哎，肖总，离他远点儿！没听见人家说对你没印象吗？你是谁啊？你管得着吗你？啊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算了，不用跟这种无赖纠缠。没事，他翻不起什么大浪。黄安，哎，你们两个，把这个人给我扔出去，扔出去！你们搞错了，不是我呀，是他呀！你们，哎呀！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吧。你送我回来的。你醉成这样，我不管你，你就被人捡走了。所以你捡我回来的。不是，你这人怎么？你这个人还挺好的。这是我名片，有事找我。嗯。那既然你醒了，要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啊。你好，王总。子旭，这位呢是安全资本的周总，上轮他们也参与了，所以这轮估值也是他们牵头来谈，只不过我们这次要融资10亿。要融10亿？那么多啊？这不是要抢人吗？现在主播的转会费多贵呀，而且呀，我们签的主播越多，他用户也就越多，对吧？哦，还有个事儿，我得跟你提前汇报一下。嗯，什么事儿？啊，因为这轮融资金额比较大，所以咱们啊得签一个对赌协议。对赌协议？其实啊，就是对赌经营业绩。你放心啊，我找专业团队看过，我们这个发展速度算下来没问题的。而且这一轮做完的话，估值能达到50亿，到时候你的那个个人持股就能高达20亿。那你那五个小目标不就轻松达到了啊？这不能签。那不行啊，我们现在已经行业第三了，拿不下这轮融资，马上掉队不说，资金链都可能断了。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啊？就1亿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融资了。最近某鱼在搞那什么抽奖，势头很猛啊，你又不让弄，再这样下去真的要挂了啊。你这么说，那不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。行，那你尽快安排，早点把协议签了。行，那我先去跟周总对一下细节啊。来，周总这边请。什么时候到的？我正要去接你呢。
接我？去哪儿接？我人不是在这儿了吗？你知不知道我等你等了多久？就赖他，我说要去接你，他非拉着我要去开会，才耽误的。我又赖，对，赖我，怪我。我把你们东西收拾了啊，事儿我来办了，你们俩双宿双飞吧啊。我问你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是不是忘了？我当然记得，今天是纪念日嘛。什么纪念日？南丁格尔的纪念日，又称国际护士节。你少来，今天说不清楚，我就不跟你上床。怕了你了，是我们五年之约的纪念日，好了吧？就知道气我。走吧。我就知道你没忘，那现在怎么说？说好的五年以后我们两个都没有恋爱，那我们两个就在一起为民除害。子旭，现在五年过去了，你有女朋友了吗？有啊。怎么，我看起来像缺女朋友的人吗？嗯，这样那她一定很漂亮吧？傻不傻？你还是那么好骗。喂，讨厌。诗雨。嗯，怎么了？诗雨。嗯，你先别动。现在好多了吧？嗯，等一下我陪你去买一双舒服的鞋。好呀。